你的眼睛放映天际，倒映我和你从前的记忆，我们的心一直心有灵犀，多远的距离也不怀疑，葛雅，葛雅，起来吧。嗯，干什么？咱们出去玩。玩什么？玩点刺激的，赶紧起来。新娘子来了吗？他们来得早，女装麻烦得多。少爷还有多长时间？一个小时吧。一个小时。能稍微快一点吗？好的。怎么还锁着门？我昨晚没睡好，刚想眯一会儿。有什么事吗？妆化好了，小心妆花了。外面真的阵势很大，来了很多记者，你要注意你的形象。还有，你的父亲跟岳父9:50到，咱们10:00开始。好。好吧，你休息一会儿。
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对不起，慧珠。是我应该感谢你。我男朋友跟我说，一定让我替他向你鞠躬致谢。嗨，太客气了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前门我出不去，这窗户外面位置不好，有点麻烦。哎，你要不要去我那里看看？我的窗口下面好像没有守卫。看见我们家少爷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们家少爷不见了？他不会走远的。怎么还不开支？在后边还没有准备好吧？啊，太忙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金律师，林会长那边着急，怎么还不过去？哥，你逃出来还顺利吗？多亏了慧珠帮忙，要不然今天真的麻烦了。真是旷世奇闻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新娘帮新郎逃婚的。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，我逃婚了，慧珠也可以回到她爱人身边。哎，哥，你给我讲讲，你到底是怎么把慧珠拉到你这头的？其实我也是在赌博，遇到慧珠是一种幸运吧。如果没有我们的事儿，我应该已经结婚了。你男朋友是英国人？他是出生在英国的华裔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是我们家庭影响了你们？因为我的家人想让我嫁给你。
你愿意为了自己的幸福冒险赌一把吗？怎么赌？我不会像你这样屈服命运的。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这么随便的。我想要跟自己爱的人走完这辈子。我们结盟吧，联手对抗他们。那我们怎么对抗呀？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只要能让我回到爱人的身边。有了慧珠这句话，这就好办了。